脑里这个是不是还好好的？我有很多话我想给朋友提前的说。如果我吃素了，都来一遍。可以，可以。如果是四只肉，我喜欢吃，好吃，独乐乐好吃。这个样子，我才能给我洗。我才不给你洗呢！来起来，看得到你吧？阿弟，你看飞眼。兔兔，不要挖我的衣服，看你。那你是啥？我是人。嗯。这是脑部图。你看。小鱼呀，小鱼呀，和小鱼，小鱼呀，小鱼呀，飞利，你们家有没有西红柿？我下个月去坦桑尼亚，我妈妈叫你去玩。我还没出去过，我有点担心。你别担心呀、啊，你回去的时候坦桑尼亚妈妈给你下牛。我怕不习惯。可以哦，下面有中国人，有米饭、中国饮料、有面条可以吃吗？速度跑快点，下雨了，等不及。老李，这个是不是还好的？话我想给朋友提前的说，如果我吃素了，都来一遍。可以可以。我来中国四年了，家里有五个人，我两个孩子去一个人挣钱。以前生活看不到希望，来西北的以后，很多朋友都喜欢我，帮助我，生活都变好了，肥呀都长胖了，肚子都长高了。现在我的四年。爸爸都心病了，就是说这个姐姐都住医院，我想去看到她。如果不是朋友们帮助我，吃的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了，特别感谢还有老李。我也非常感谢你，如果不是因为给你拍视频，我平时拍婚礼也就赚个生活费，你也给了我生活的希望。加油，老板！飞呀，杜杜，我给你拍这个视频，长大的时候我给你留看。现在有好多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帮助我们，你要一定要记住啊！啊，飞呀，叫西西，西西帮助我们，叫西西。西西帮不住我吗？飞呀，西西，一定要记住，知道了没有？一定要记住，飞呀，西西，谢谢。谢谢。老李，今天妈妈给我打电话，又请你过去玩。算了吧，你早去早回。我在家里做点别的事情。今天我去我们家有地方好吗？再说吧，雨停了，我们去把菜摘了。
哎呀，我给他煮完了，他不下雨，他也得出来了呀。哎，天气就是这样的。我今天弄好多菜，黄瓜、四季豆、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、苦瓜、豆豉粿。今年你有菜吃了？对呀，有菜，可以卖了，太多了，可以卖了。好。不要那么大。